现在网友在讨论你首那首诗，想知道你到底爱谁。哎呀妈，想知道人太多了。樊姐那天都问我了，就跟语文阅读理解一样。但我也看了一些，就是网友们的分析，说爱谁，我觉得他们分析也挺有道理。我现在觉得麦子也挺值得爱的。是吧？麦子，星辰。说你爱的就是荒原，一堆，我十个苹果跟八个都是。你居然没有这个答案，我忘了。那荒原也行。大家都觉得你爱星辰，因为怕耽误了爱星辰吗？也不是，但是我当时写的时候觉得是爱月亮的。我爱月亮啊，而且月亮这两个字在我心中是有一个具体的名字的。但是这个具体的名字哦，好吧。我们家是铁岭的。哎呦我天，我不展示，可以强行展示。那你有权限吗？聪哥，雪晴这年挺红的，我怕给我沾上，我先给大家道个歉，可以体现我的无能。今天这个老师啊，就是修复我的人，他是个喜剧人，但是他治愈了很多人，相信我这句话一说，你们可能知道他是谁了。哎，这里有扇门，我的发明者 Stenson 博士说，看到门你就比个耶，这样就很爷们。进去看看。发现目标，发现目标，目标李雪琴。李雪琴，李雪琴。你好，李雪琴。你好，你好。我自我介绍一下，你好，你好，我是最新型的聊天机器人 Chat227。你好，你好，请坐。今天呢，我来的目的就是想跟你沟通一波，升级一下我的系统，然后把它变成。垮不这段，把它变成桃花币给到你，好不好？所以现在你方不方便我加载一下你的数据？可以，可以，感谢。姓名李雪琴，数据加载中。我们家是铁岭的，从那以后，我失恋了。我妈跟我说，回铁岭。工作黄了，回铁岭吧，微博掉粉了，回铁岭吧，刚出铁岭，回铁岭吧。数据加载完成，好的，为了进一步了解你，我们能不能签一下 ？OK， 反应好快的人类。好的，那我们就来签一下，签一下，签签签。第一个问题啊，最近其实。保你平安播得很好哦，谢谢啊，对不对不对？哎，预告片里我有两个特别深刻的镜头，就关于你的，一个就是女鬼倒吊着下来的那个，还有一个就是你夹了一下的那个啊。然后今天就是没有一个可以在线，没有一个可以在线。今天不是你在线一下？不是，那我老在线，我每场都在线。那你是看不起我这个采访的？不是，我觉得我现在夹的不好，没有你夹的好。但是我这个环节没有我的展示，你展示。我不展示，你可以，我只是想听你，你可以强行展示，因为我没有见过这一面的你，你知道，作为朋友，我都没有见过，就是在我面前这样的你，你也不见不到了。作为朋友，我没有办法在你面前展示。不是，你帮个忙，哥，别展示了。好，好，好，可以了，可以了，打死我自己。然后想问一下雪晴啊，就是会什么时候比较对生活的感悟？我老感悟，你不老能看见吗？我后半夜一到后半夜就感悟吗？但是有没有考虑出一本语录？你有想象那个画面吗？有一天高三的这个课堂上晨读，大家举着、一件事做三年未必有成就，十五年就会不一样。哇，这画面！虽然这句话不是我说的啊，但是我怕给我沾上，我先给大家道个歉。哦，这句话不是你说的？不是，我说就是什么高三课堂念的是什么的？没有，我是说有可能吗？不可能，不可能，那写那玩意儿那啥呀？包括其实你上一季的诗其实很出圈嘛，被大家誉为浪漫诗人。那想问一下，你最近感受到浪漫这两个词的一件事，有吗？有，昨天晚上我跟辣姐，我们俩在街上走，大家都在谷仓里待着，我俩在外边就看上月亮。它会从山上一点点出来，有的时候还会躲到云彩里面。没有别人，就我们两个，觉得挺浪漫的。因为月亮这种东西，它对所有人一视同仁嘛。但是别人都没有看到，只有我们两个看到了，仿佛我们两个得到了一个月亮的偏爱，偏爱对吧？知道月亮。
下一个问题啊，就是这局雪晴不会接的，雪晴这年挺红的啊，的确是有做好了一些综艺，我觉得这个实话实说，包括毛血旺昨天很成功，就是桃花坞，对吧？而且这两档综艺你都做了三季，你比较喜欢这两个节目的什么点？首先桃花坞来说，它构建了一个隔绝的世界，然后它这里面有一些自己的规则，什么十五个人坐在一起开会，然后在不同的人家里，就是它又像真实世界，又好像跟真实世界不一样。然后每年都有一些新鲜的事情，然后有一些固定的朋友，又会认识新的老战友，非常非常喜欢。虽然我经常吐槽桃花坞，但我每次录完，我都会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愉快的经历。毛血旺是日常生活，它是真实世界。就是我们请自己认识的朋友，就反正就三个人四个人坐在一起聊真实世界的东西，所以他们两个各有各的好吧，人不能总活在理想世界里，但也不能永远活在真实世界。但是如果让你选一个真实世界还是理想世界，你选哪一个？我觉得真实世界吧，因为选毛血旺对吧，你是第一个这么勇的在这就是公开选毛血旺的，不要选桃花坞的。因为你真实世界每周都播啊，提醒你们桃花坞还是期数少了，期数少点你们了。你说二选一，咱是不是选一个长期稳定对吧？对呀。那这个掐指一下就完了，好吧，已经了解了雪晴了。来下一个环节，桃花坞一下，桃花坞一下。第一个就是这次来桃花坞啊，觉得最累的一个时候是什么？你想想啊，最累的时候，哎呀妈，我想起来了，我有一个任务，种花，种99株，然后因为99株要一株一，我又不会嘛，就是蛮力，就把那一株一株就插进去，那天晚上，我两个胳膊，就是我一宿，我那一宿是没有睡觉，就是把我疼哭。但是因为有的人不是喜欢浪漫的人，会对花花草草很有那种感觉。没有，我没有，不是的，因为我不得伺候他吗？我只想让，但凡要你花一些精力的，你就觉得不浪漫了，对吧？对 ，OK， 就自然的自己出来的比较浪漫。下一个就是新交到的好朋友，在桃花坞。哎，我觉得周哥很好。周哥哦，周哥，因为我之前也一次没有见过，他不怎么上综艺。对，我就想看看他怎么生活，是什么样的一个人，对吧？那现在看下来呢？就很可爱，包括我们让他拍视频，他也都配合我给周一围讲戏。要我干啥？周哥是这样的啊，你本来在这里看书，我们书就直接扔在地上，或者是拿在手里都可以。走一条，走一条，连续带拍了啊！那疯了，你知道吗？我在那儿，再来一条。然后这个问题结束了之后呢，我们就来到这个可以赚币的环节。刚才还没赚呢，我白跟你唠那么半天。艾特一下叫做，就是有很多人会艾特我，他们想问你的问题。好吧，我来提问你。有两道题，第一道题是10个桃花币，第二道题20个桃花币。能都回答吗？那我们现在再加一个，我给你10块。行。那你有权限吗？你能加到多少？我能给你挣干。一下。来啊，第一个题。你最近发展的方面其实挺多的啊，电影、综艺、歌手其实都有做过这件事情。就是如果有一天你其实不用考虑工作的话，你第一件事情会去做什么？玩剧本杀。那是真的，我说实话，那是真的。我跟雪晴的聊天记录就是有空吗？剧本杀吗？有空吗？剧本杀，只有这个了。对啊，我喜欢那种跟作者思维竞争的感觉。因为他会设置很多的陷阱，然后你去找，挖陷阱、反陷阱，对不对？然后推出的时候就感觉自己就感觉我战胜了这个作者。OK， 好，来，这个答案交下去怎么样？你看看，很坦诚，10块啊。第二个题，你觉得你自己精神内耗吗？内耗。因为之前有一个段子嘛，它不是我写的啊，就是说你晚上睡不着觉怎么办？别人说那你可以数点东西啊，那我再数了，我数我生命中犯过的错，我就是这种人。我每天晚上就是然后数完怪自己。我给你举个例子啊，就是上一季的时候我们有一个跟海边打超时空电话，要给谁谁写一封信。这段话呢写给24岁的李月琴。我原本想给未来的自己写一封信，而不是给以前的自己。我现在内容是对不起，因为我现在做的很多错事可能会影响到未来的你。那个时候可能你会很难过，人可以一生可以收到很多道歉，但人永远没有办法收到过去的自己给自己的道歉，而你今天的痛苦都是过去的你造成的。大家觉得雪晴答怎么样？
是不是很伤感？很多人会这样，我觉得很多人会这样。太好了，但我现在拿到了币，很开心。出卖自己的伤感，换得一些币。那最后一个环节，好吧？好最后一个环节 ，PK 一下。PK 一下。我们来一个浪漫三行诗，怎么样？你随便挑一个人，我们用他的名字，比如说郭倩，你第一他叫郭倩，他叫郭倩哦。然后你第一句就是郭什么什么什么郭，可以是同音的，行啊、然后第二句就是倩，谁的比较浪漫、哦，好不好？那现场你选呗，你选郭倩呗，就郭倩啊、那我能思考一下吗？可以啊，我现在就可以来，郭、来，因为最近看了《宇宙探索编辑部》，然后里面一个主角，他永远头上都带一个锅。就是锅可以用于接收信号，也可以用于阻挡信号。欠我的答案，没有人知道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这项目每次都会体现我的无能，我觉得。你给我，那你给你一次机会，给我白姐，白姐，她叫什么？她叫白小林。白小林啊。白白追了你这一路，小心我发脾气。零零后很凶的哦，零零后很凶的哦。挺好啊，但是不浪漫是吧？就是我真的跟浪漫不行。白小林我听了。白色的鸟群飞进山谷。味道怎么就跟我不一样？小时候的记忆也随之一起。林子中走出一个大人。郭倩，我有了。锅里的火，可能因为这个厨师犯错而窜得很高。哎，倩。锅里的火会在没有人的时候窜得很高，歉意也会在没有人的时候在心中升腾。好了好了，但是真的是很有才，很有才华。 OK， 来，这个甘拜下风，谢谢，3块钱到手，好吧。那我们的 chat 就结束了，太好了，恭喜雪晴获得了我们40个桃花币，谢谢。哎呀妈呀，掉了，谢谢，感谢。聊一下这个用户测评呗。跟你聊天，我还是很轻松的。你真的很少夸我，我不总夸你吗？啊，你哪有夸我？啊，没有吗？我私底下总夸你，可能就跟你聊天是一种很有安全感的。其实你是一个非常非常容易让人说真话的主持人， okay, 因为不会觉得冒犯到你或怎么样。然后谢谢，感谢，谢谢雪晴，谢谢。然后最后一个小安宁 pose， 好，掐掐掐一下。We'll be right back.